大家好，我是 Hayley， 欢迎大家收看最新一集的《走出逆境》。我们每一集《走出逆境》都会跟大家讲一些热门的话题，同埋推介一些旅游的景点。在开始之前，大家记得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 同埋 like 我们的片啦。而今日的热门话题就跟上一期有关。我们上一期讲完消费券的常见的疑难，所以我们今日就跟大家讲一下，到底我们 check 名高的话，我们网购可以有什么优惠同埋攻略呢？我们即刻去片啦！5000元消费券第二期已经在10月1日派发，我们帮大家准备好了消费券的攻略，比较消费券的优惠。假如你想用消费券网购，不少网购平台都支援 Tap & Go 付款的哦。跟住落嚟就等我们介绍一些有特别优惠而用到 Tap & Go 的网店啦。加系 Nike 周不时都会推出优惠，但是因为消费券推行的关系，减价减得特别多。运动衫同波鞋等等低至半价，另外又推出了指定的款式货品，买两件有50%。假如想入手运动衫的话，同样近期非常流行的短版上衣和贴身连身裙都可以享用个折扣。而即日起至到10月20日的11:59，会员单次购买任何产品够1000元，仲可以获赠2个250元的折扣优惠编号，亦即是话可以拎到500元的回赠优惠。趁可以用消费券网购就入货啦。 ASOS 都可以用到消费券，真的很难得啊。这里的东西不嬲都很便宜，款式又追得上潮流。有近期因为 Anson Low Anson Con 大红的 Calvin Klein 内衣系列。另外护肤品都很抵，有英国版 The Ordinary The Inkless 做优惠。品牌口碑相当高的眼霜亦都减至85元，是相当的抵啊。仲有可以留意 ASOS Advent Calendar， 唔使500元就可以拥有 The Ordinary、Cetaphil、Enemy 等等12款人气护肤品啦。Farfetch 就低至2折嘅优惠，实在令人好想买嘢啊！近年明星热捧小白鞋 Fila、真高鞋 Fila 都有折扣。假如想入手翻工斯文嘅鞋 ，Tory Bridge 婆仔平底鞋都有折扣，快啲趁机入手名牌啦！最后 Solara 就向多名牌折扣嘅，而今次就更加同 Tap & Go、Alipay 合作推出咗限定嘅优惠码，可以用嚟入手翻工袋，用 Tap & Go 优惠码再折上折，1000开头就可以入手啦。优惠码就留意依度咯，现有会员输入 HKCV15 可以有额外50% ，HKCV20 额外8折。另外新会员如果输入 HKCV100 就可以享有额外82折， HKCV200 就有额外72折。在影片的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疫情数据。多谢大家收看，我们下一集再见啦，拜拜。